师傅，我自己的业障我自己背，请帮我看一下78年的马。七八年的马。对，看一下我的身体，之前念了2003张小房子药经者走掉没有？哦，你是脑子。啊、嗯。你有点幻听症。啊、嗯，对、总是梦到有灵性在我脑子里面跟我说话。我告诉你啊，你要记住啊。嗯你身上有个灵性在你身上啊，嗯，白天很好，一到晚上你就不行了。对，我经常晚上睡不好。睡不好，他还搞你呢。然后做梦很多，对，他在梦里面一直在跟我做不好的事情。掐你脖子，对，还要压你的身，对，有时候还要跟你做那种事情。对。鼓掌。现在明白了吗？明白。我告诉你啊，而且这个男的。这个人我告诉你脸你看不大清楚的、嗯、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心里知道他是谁对对对对你要不要我告诉你他是谁吗他他就是你上辈子的是我欠了一个情债他都知道所以我跟你们讲不要去欠人家情债哎呦用用他钱了哎呀谈谈了把人家甩了我告诉你下辈子就出事了听得懂吗明白、啊、晚上来找你这个人呢你现在赶紧把他念经念掉还需要多少张我已经念了很多了你念了很多就一两百张吧啊，我已经念了将近2000多张了你呀、啊嗯、收到很少哎哦、哎呦这个男的哎呦这个男的跟你长得很像哦。哦哎呦哎呦怎么有点像你爸爸对他在梦里我叫他爸爸。我的妈呀。大家看到了吗厉害吧叫你爸爸上辈子的。你说不定上辈子就是他的老婆呢啊我也不愿意帮你看上辈子反正我告诉你他长得蛮好的啊哎呦他死盯住你哦嗯大概你还要给他念560张小房子好的我念好吧嗯 小丫头你吃全素了吗吃了我12年开始吃全素、嗯、许愿了你要吃全素啊嗯而且我告诉你他现在不会让你谈恋爱的、哦、我明白我谈了很几个都不成功就是他搞掉的对大家看台长厉害吧啊明白了吗明白我就告诉你了你谈一个呀吹一个呀谈一个的砍一个呀、嗯、你现在赶紧要还他的情债这点小房子念完了他给你 goodbye 了明白了吗嗯好、啊、还有啊小丫头啊、哎、他让你妇科也不好对我之前妇科一直不好非常不好从来不准时对啊止不住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不要欠人欠人家情债听得懂吗听得懂好啦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啦你念念到那个时候他会哪一天晚上会对你特别好穿得很整齐就走了好师傅问一下我打他的孩子走掉没我已经念了很多1000多张了哦你打他不止一个嗯对两个看见了吗走掉一个嗯还有一个给他念49张小房子好的我念好吧好他在你的腰上所以你的腰特别酸痛对我腰一直不舒服鼓掌好了那师傅请问一下我工作现在有两个选择我不知道做哪个好你属什么几几年呢、嗯、78年马两份选择是吧对我想要一份跟着师傅弘法度众的工作第一个呀第一个找的呀第一个就是我本来的职业比较好对吧啊
好的。就第一个呀，你找的这职业啊。好。比你第二个好呀。那我第二个可以做吗？第二个可以做半年，半年之后就被人家挤出来了。像你这种人，脑子都没有的。对的，我很傻的。因为你第一个职业，有人介绍的，而且好像他们对你过去还熟悉。对。鼓掌。明白了吗？明白。选择第一个 ，OK 了。好。好啦。我听师傅的，然后师傅你帮我看一下我图腾颜色。你78年马。哦，白马。哦。你以后去 interview 啊，去找工作啊，穿白衣服，白衬衫啦，或者颜色淡一点的，人家老板会喜欢你的。对，我以前穿白衬衫、黑裤子，他们都很喜欢我。对。看见了不啦？明白。你白马，你去穿黑衣服，那哪有运气啊？很多人自己连自己是白颜色的图腾都不知道。你比方说十二生肖，你这个猴子，你是黑猴还是白猴？你是白猴的话，你经常穿白的，到哪里人家都喜欢你，听得懂吗？好。为什么叫白雪公主啊？师傅，我想再问一下，因为我三个月就去拜师了嘛，我不知道我莲花有没有，你帮我看一下。你几号啊？我报那个78年马可以吗？在槟城拜的师。那你最好要讲号码的。2353。多少啊？2353。2353啊？嗯。你这么早啊？嗯。现在都几万个弟子了，你是2353。2353啊，在。啊，感恩师傅。莲花蛮好的。我有梦到过绿色的荷叶，我很担心不在了。什么？我又在我不好的时候，我梦到过有绿色的那个荷叶，但是我没有看到莲花，我就很担心了。在，还在。感恩师傅，感恩师傅。你这个棉花比较小一点。对，很小的。我当时梦到有种子。你功德不大，因为你的业障太重。我明白。明白，你这个灵性必须要走。你这个爸爸就是过去生的爸爸，我可以告诉你，他其实也不算一个恶缘，他每一次到你梦里来跟你这么样那样啊，他还是比较客气的，他不像人家恶鬼来掐脖子啊弄你啊，他只是说啊一种感情上的，听得懂吗？明白。但是鬼跟人不能交朋友的。明白。人鬼情未了啊。明白。师傅。好啦。好的，我不能问了。有个90年的马，他想问一下他花店生意好不好，我想帮他问一下。什么？90年的马，一个女师兄，她开花店，她也很发心的跟着师傅弘法度众呢。他问什么？他想问一下他花店的生意好不好。他的生意啊？花店，他新开了个花店。哦，花店。对对，生意好不好？很多次。你现在脑子里想着他的形象，你脑子里想着他的形象，花店。还蛮好嘛。人不是来的很多，但是一直不停的有人来的。对，他要做到明年2月份，都一直会很好的。2月份以后会差一点。好吧。好的。没什么问题，因为他这个投资量也不是很大，而且我看他图腾跟一个人合作的，两个人好像当时买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帮助的，有一个人帮助他的。好的，对，他是菩萨帮他的，师父帮他的，因为他当时就是他没有多少钱，然后师父一直加持他，然后银行就一个信用，一个银行就莫名其妙给了他20万，让他去开花店。感恩师父。那把这个花去给他卖吧。我又帮他了。好了，傻姑娘，好好念经吧。好，你记住了，我告诉你，台长救人不是完全靠这样的，我是靠梦里去救人家的。很多人都做梦做到台长，我告诉你啊，你们记住了，这个梦里救人最厉害，不知道比现在救人厉害多少。你们有本事呢，做到台长呢，你知道生癌症了，我来呢。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你们头回过去看看，做梦做到台长的举举手看，给他们看看，大家看到吗？
多少啊？好啦，放下来。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有缘千里来相会，好好的珍惜自己的佛缘，一定会越来越顺利的。好啦，傻丫头，就这样吧。好，感恩师父，感恩菩萨。